请掀开经本，第34面，第三行。第二啊，迦诺魔王，复有不可思议数，迦诺魔王，所谓大数吉离。迦诺罗王无能坏宝集，迦诺罗王清净速集，迦诺罗王心不退转，迦诺罗王大海处摄持力，迦诺罗王坚固净光，迦诺罗王巧言观机，迦诺罗王普及视线，迦诺罗王普观海，迦诺罗王普音广目，迦诺罗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悉以成就大方便力，善能救摄一切众生。大概是一段，这个八部鬼神啊，首先是讲阿修罗，佛在经典里面曾经说，阿修罗福报很大，这个神通啊，我们人间来观察呢，那也是不可思议。所以经上把它摆在这个十回向的第一位，有很好表法的意思。阿修罗能现大身，就他会变化了，像这个中国小说这个孙悟空72变，他有这个能力，那么可能他的能力比孙悟空高明太多了。那他现在这个大身站在大海里面，脚站在海底，上半身还露在海面上。那么这个说法呢，现在人听到都是神话，神话很难叫人接受。那么佛表法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下身到最低的一个阶层，但是他不迷，他不着，把这个海比作生死苦海，比作欲海狂流啊，在五欲六尘当中，他虽然涉猎，但是他不会被他羡慕，取这个意思。常常在生死大海里面呢，他能够不没其身，意思就是常觉不迷。那么前面我们讲过是住是行，那都是特别镇静自己悲智之心，悲智成就之后，就要帮助一切众生。那么由此可知，摄住摄行偏重在自利，这个摄回向呢，那就是利他。利他必须要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尤其是卧倒众生，
在哪一道，就要现哪一道的身去帮助这道的人。所以此地这个八部归神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不是真正归神。真正归神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处世待人接物要有智慧，要有悲心的。这个教化众生呢，就是大慈大悲大智的表现。知俗同真，处俗不染，这样才能够立身自在。所以第一回向是救护众生，立众生相回向，用阿修罗来表法，意思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今天这一段呢，是第二回向。我们看他是用的迦卢奴，这个八部鬼神呢都有一个王，迦卢奴中之王。这一句也是梵语音译，我们中国人称为叫大鹏金之鸟。这个就是迦卢奴啊，就是金之鸟。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要翻作妙翅，翅膀，妙翅。为什么称为它妙翅呢？当然，它翅膀大有力，而且色彩庄严。那么这个都是由形状上啊来翻的。那么经常说这个鸟啊，它能够吃龙啊，龙鱼它都吃，乃至于蟹堡它也吃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用它来表法，代表菩萨摄化一切众生，取这个意思。金翅鸟翅龙，佛经上说是菩萨迦卢奴啊，如意为坚定坚足啊，乃至团错人啊，这个人龙天安置涅槃庵。那么佛这一首偈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了，说菩萨度众生就像金翅鸟在海里面去抓龙抓鱼吃一样，他抓来吃的。金翅鸟抓哪一类的龙鱼呢？这个龙鱼啊，它能够观察，它寿命近，它抓着。菩萨度众生，度哪一类的众生也是如此。这个语言成熟了啊，叫最后身啊。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身呢，最后身，来生没有了。如果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佛菩萨就看中你了，就要来帮助你呀，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帮助你做菩萨、做佛去了。为什么呢？最后生，最后生的条件是什么？真正觉悟啊！那才叫最后生啊！
真正发愿，愿出三界，愿出六道，你才行啊。三界六道里面，一切一真庄严，确实没有留恋，没有贪爱了。这个样子才算是最后身。由此可知，这是念头转变，观念换过来，也就是说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这个人呢，在这个世间，这是最后身，菩萨看重的。这也正是佛法里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人佛的缘成熟了，他对于世间这一切都不贪爱，都能够放下，都看破，这是缘成熟。诸佛如来常在世间啊，必定帮助你成就，特别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帮助人最彻底最圆满。永脱轮回，圆成佛道，这个就是迦罗罗王在此地表这个法门。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到，今天是地藏菩萨的圣诞，世尊灭度之后，众生就苦了。佛法常住在世间，众生有一个依靠啊。我们仰赖佛菩萨生活，接受佛的教诲啊，佛菩萨不在世间了，幸好法还住世，佛的经典还存在。那么这个时间实在讲也不算很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总共是12000年，现在已经过去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这是末法时期，佛的法运越来越衰了。那么将来会不会再有好一点的时候呢？有。佛这个法运，末法时期法运是起伏不定。现在是衰落的时候啊，衰落到极处啊。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看的现象呢，有一点好转。这个好转实在讲得力于高科技的工具，有机会接触佛法的人越来越多了。只要我们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不至于叫人产生误会，让人明了佛法，佛法对于人生有真正的好处，有利益。那么这样人逐渐多了，这个就是佛的法运逐渐又起来了。
有兴旺的这个迹象，一定要靠我们大家努力啊。末法佛法从哪里兴呢？就从这念佛堂兴呢，兴旺起来啊！诸佛护念呢，龙天善神拥护啊！我们以真诚、清净、慈悲心来念佛，来共修，所获的功德无量无边。都在一个真诚心，为众生，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如果为自己不为众生呢，那确实是害了自己啊！一定要知道自他不二。这是大经，这些理跟思都说得很透彻，都说得很明白。语言没有成熟的，帮助他，获得因缘；已经成熟的，帮助他脱离生死轮回啊！这是我们佛弟子报佛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国家恩唯一的一个方法。真正发心来修学。诸佛菩萨看得清楚，你真的明白过来了，醒悟过来了，你这一生就是六道里面的最后生。菩萨迦卢罗王就看中你了，帮助你，把你从苦海里面调出去了，你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这个十法界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啊，做菩萨。这是这个迦卢罗王啊所表的意趣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上首德号里面的表法，第一阵所谓大数其力讲的吧，速疾是速度快，显示他的智慧，他的神通道力无比的勇猛啊！这个海里面有很多生物状态，我们很不容易看到，可是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到动物奇观，能够看到局部的现象。我们看到海鸟在这个抓这个海里面的鱼，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它从这个空中飞下来，一个俯冲啊，那个速度确实是很快，而且非常准确。他一口就能把鱼抓到了，在一个上身呢，把这个鱼就带走了。
我们看老鹰抓鱼，它不是用嘴，它是用爪子，非常的两个爪子抓住了，这就想飞上去了。这一句就是形容这个状况。形容啊，佛菩萨度众生啊，有智慧，快速度的帮助这些众生，成就这些众生。而实际上说呢，佛菩萨帮助众生，快速度的超越三界六道，也不是真正像那个老鹰抓鱼一样，不是像那个样子。那么怎么叫做大速机呢？能够在一生当中成就，那就是大速机。所以这个名号啊，实实在在讲，克制尽宗法门啊，唯有尽宗法门才是大速机啊。本经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就是大速机。因为任何佛菩萨依据其他大乘法门度众生，都是相当缓慢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佛灭度之后，现在还是佛法运的时候。地藏菩萨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我们在经典上体会到已经是相当艰苦啊。好不容易叫这个众生呢，劝导这个众生觉悟了，离开我道了，到哪里去了？人天两道来投生了。如果是到人道，纵然长寿和尚100岁，这在时间很长了。100岁过后啊，他又堕我道，头出头没啊！100岁在地狱是多长时间呢？如果我们讲只有几个小时，这还讲得太长了，几分钟啊！人间100年呢，你们好好算算这个账，地狱是多长？以前李炳南老居士在这个慈光大专讲座跟学生介绍地狱状况，他说的也有经论的依据，是地狱里面寿命长短差距很大，看哪一类的地狱。普通地狱不是很严重很苦的地狱，地狱的一天呢，人间2700年，那么100年呢，是21分之1，那算起来1个多小时啊，地狱只有1个多小时啊，人间100年呢，地狱只有不到2个小时，2700年不是大地狱。他在做人的时候又造罪业，你看看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渡去，出去晃一晃，不到2个钟头又回来了，这成什么话呢？你才晓得地藏菩萨多么辛苦啊！
啊，他老人家真有耐心啊。他还是不舍弃，还是要帮助。而是在说，堕在地狱里面的众生，菩萨能够劝导他，他还有一念回心，一念忏悔，有这个念头，他就能超生。多半是在世学佛之人，如果不学佛，阿赖耶里面这个佛的种子啊，不多，醒悟不过来呀。所以你看《地藏经》啊，度一切众生都是人天两道啊，而人道占绝大多数。这人生有没有机会再闻佛法，很难讲啊。有人一生连佛名都没听说过啊，这个世间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才晓得卧道苦，卧道苦为也，决定不能多卧道啊，决定不能干糊涂事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一定要听佛的教诲，要求明经，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义趣，要认真努力修学。你知道的越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日常的生活，生活就是修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都能相应。所以你看看，一般这个方法度众生，度到人道，还要有机会闻到佛法。如果一般这个方法啊，一般的法门，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循序而进的，先断见思，再断尘沙，后破无明。见思烦恼断尽，你才能出六道轮回，证阿罗汉、辟支佛，或者是全教菩萨的果报。在这个时候，再破尘沙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这《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从初住到十回向，这经上告诉我们，需要修学一个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是第二个阿僧祇劫，八地、九地、十地是第三个阿僧祇劫，功德才圆满了，那就不是俗机了，很慢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成无上道，这个样子我们才体会这一句大俗机力，就是持名念佛，往生不退之佛，抵制这个法门。菩萨紧那罗王要来帮助这一些最后生的众生圆满成佛。注意，意思听懂了没有？
真听懂了，落实在我们生活上，我们都要做大俗即离家中恶化。只要他一口气还没断，就要劝他啊，要常常劝他。介绍这一个当生成就的佛法啊，就我们读啊《大俗即离迦那罗王》呢，要这样子学习啊，我们主动把净宗法门介绍了给我们认识的人啊，有缘的人啊，劝他来念佛。再看第二种，无能坏宝吉迦罗那王，别号里面无能坏宝吉，吉是高贤之意，非常明显，非常高，很远地方呢就看见了。宝代表财富啊，代表智慧，代表德能，这种智慧德能能了生死，能断烦恼，能出三界，能称佛道，真正的宝啊，真实之宝啊，无能坏。那么通常这个名义啊，是暗指般若智慧。前面我们曾经读过啊，金刚跟这个地方的意思一样啊，无能坏宝吉岂不是金刚般若吗？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从形式上来看，这都是社团，每一类的众生都是一个社团，而每一个社团里面都离不开金刚般若，究竟圆满坚固不坏的智慧啊。般若智慧从哪里学？佛法的教学实在是般若为中心，般若是世尊一代教学里面主要的课程。怎么知道？从时间上来讲，佛说般若22年，这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49年当中般若占22年，当然这是主修科目，不是主修科目怎么能占这么长的时间？佛法是以般若智慧为主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学般若呢？
这个问的没错，学般若一定要有条件。在中国，禅宗就是修般若的。诸位要记住，禅宗啊，绝对不是修禅定。你要认为禅宗修的是禅定，那你是外行。禅宗就是修般若。你看看六祖大师的坛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叫人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开张啊，就把他的宗旨向大家宣布出来啊，这个法门是修般若的法门。禅定是手段啊，目的是般若啊，因定开慧啊，所以禅宗不是修禅定的，是修般若的。那么哪一类的人合适呢？坛经上说，六祖所戒淫的条件，上上根人。才有能力办得到啊！他老人家一生在整个佛教史里面的确是最光辉的一页。他成就多少众生呢？43个人，在他麾下明心见性的大彻大悟的43个人，稀有啊！能大师之前没有见到，能大师以后也没见到。许许多多祖师一生当中帮助一个人开悟、两个人开悟，就很稀有了。他一生当中帮助43个人。说明这个法门不是容易法门，绝非易行道啊！如果你再看看净土宗的祖师，那就叫光芒万丈啊！能大师就比下去了，不能比了。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在庐山开念佛法门，建第一个道场，参加这个念佛堂的123个人，123个通通往生啊，往生不退成佛，比能大师43个多了很多啊！那怎么比得上？而且成就不一样，上上根人的成就，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他什么地位？大概总部处10诸位。初住二住啊，总是在这个地方。这我们今天讲华严，大家的概念非常清楚啊。可是念佛往生的人，下下品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生到西方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原教摄住摄行摄回向都不能比的呀，阿惟越智七地以上啊，所以
果报不相同啊。念佛的果报无比的殊胜，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什么叫智慧？选择净土法门就是最高的智慧。依据无量寿经来过日子，就是过最高智慧的生活。我们要建立信心，能信能解能行，决定不为外境所动啊，那就是无能坏报解啊。无量寿经持名念佛是报解，你真有智慧啊！不受一切境缘的影响，那就是无能坏，显示出高度的智慧，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在现前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很苦啊。全世界的人，东方人西方人，身心都是恐慌不安。今天过的是这个日子，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实在讲是失去了皈依，失去了依靠啊。从前人的生活他有依靠，所以他一生呢过的是安稳的生活。在东方，一些人依靠孔孟的教导，一些人依靠世尊的教导，人心有个皈依处啊，有个依靠啊，起心动念呢都不利圣贤教诲。所以他心是安定的。那么在西方，西方人依靠上帝，依靠圣经的。可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发达了，以为这些旧的东西落伍了，应当把它淘汰掉了。在中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我们2000多年来的依靠失掉了。那么大乘佛法，大家以为这是迷信，妄想，不切合实际，也要破除。那么在西方，科技发达，大家对上帝不相信，人可以登陆月球，可以登陆其他的星球，上帝没有，没人相信。于是人迷信于最现实，
产生严重的偏见啊。最近200多年来，偏重在物质文明，偏重在科技的发展。那么最近半个世纪，又偏重在经济上的发展，讲求民主、自由、开放。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今天全世界动乱不安，灾变异常。偏见造成的啊，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个现象啊。我比喻一个人，一个人生啊，我们偏见啊，人生五脏六腑啊不能平衡发展，特别看重啊，看重心脏，看重肝脏啊，天天来进补，其他的都不要了，结果其他都出了毛病了。都长了癌症了，这两个很好，其他都这癌症了，还是要死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了，我们人生呢，每一个部位要均衡发展啊，社会也一样啊，国家也一样啊，世界也一样啊，一定要平衡发展，不可以偏于某偏重在某一部分，偏重某部分就是偏见。在我们佛门叫偏漏执啊，哪有不出毛病的道理呢？我们今天展开华严经，华严经是处处是圆满，字字圆满，句句圆满，所讲的每一个社团都是圆满的。圆满的智慧啊，叫高度的智慧啊，才无能坏啊，偏在一边决定出毛病。所以我们今天病怎么来的总得要清楚，你不清楚你怎么能对治？你有什么方法帮助这个社会啊？所以我在前面讲过啊，今天这个社会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建设教育啊，这个教育一定是全面的教育啊，绝不是偏重啊某一点啊某一个科啊，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无能坏暴疾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学习，要善于学习，才能够得受用。懂得全面的发展，均衡的发展。懂得全体的利益，均衡的利益，决定不能谋求自己的利益，这就坏了。因为自己跟全体在这个华严经上讲的跟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这个是其他的宗教学术都还没有讲到唯独佛经上讲的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所以这个均衡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圆满的均衡这个才是真正无能坏暴疾第三尊清净俗寂迦那罗王。这一尊德号跟第一尊的意思相同
加了一个清净。前面只着重俗集之力，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动作是要快，特别在现在这个世界，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度人帮助别人速度要快，不但心地要清净，行为也要清净。心地的清净是三轮体空啊。吉祥理想帮助人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自己心清净，天天帮助人，天天应酬，忙得不亦乐乎，自己绝不堕落。如果你自己心不清净，那你就堕落。要保持清净心。在四相上帮助别人是义务，无条件的，不受丝毫报酬，这是清净，在四上清净。如果我们替别人服务，帮助别人，希望啊得到名闻利养，四不清净。诸位要晓得，四不清净，心也就不清净。尤其是在现前这个阶段，一切众生贪嗔痴三毒严重到极处了，佛弟子要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帮助他们回头，那就是展现他们需要的，他们需求的，我们舍弃，我们不要。凡其道而行之啊，让他去体会，让他去领悟啊。他冷静去观察这个果报，我们清净，什么都不要，生活得很自在，生活得很快乐。那么再看那些人贪而无厌者，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别人，充实自己，果报并不好啊。现前的果报他有苦恼，将来的果报在三途。这个两个一比较，就晓得，就开悟了，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展现出来的时候，舍己为人。这个世间人常讲的牺牲奉献呢，我们做的真是他们所说的牺牲奉献，我们自己连牺牲奉献这个念头都没有。这叫清净，如果有牺牲奉献的念头，心就不清净。第四尊，心不退转，讲得多啊，这些都是教给我们的，名号都是教给我们的。
回向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要不退转，这一点呢非常非常之难。我们想到佛经里面有个故事，这当然是表演的，不是真实的，很能值得我们启发我们。这个故事是讲的舍利弗尊者啊，回小向大了，修学大成了，相当不容易。众生不好度啊，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你是善心对待他，他偏偏的恶意向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愿不愿意帮助他？菩萨能不退心，什么原因？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了解得很透彻，所以能够不退心，知道他业障习气深重。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遇到逆境，遇到逆缘，往往就退心。退的太多太多了，这种现象自古至今多得很，不胜枚举。例子太多了，学佛了，遭受一点挫折了，遭受打击了，佛不灵啊，不再学了，不灵，佛菩萨没保佑他，一定要保佑他年年升官，年年发财，这个佛灵，那哪有这种道理？那么如何才能保持不退心？一定要明经啊。你依据修学的经典，你要真正明了，不但要明了，你看《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深解义趣，你要往深处去理解，然后你这个观念才转得过来，你才能培养出坚定的信心。学佛无论遇到什么灾难，信心还是不退呀。你们在经上看到割礼王割戒身体，忍辱先忍，遭这样的难，遭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不退心，成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度圆满了。你要是不能忍，一退转，那就坏了。一般菩萨修行成佛，为什么要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退转。设方诸佛刹土修行呢，可以说都是进进退退，所以要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世界为什么殊胜？它的好处真实利益，西方世界没有退缘，所以它叫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没有恶缘，西方世界没有恶人，
你所见的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所以在人世环境里面你不可能退转。西方世界物质环境美好到基础啊，没有一样啊不如人意的环境，所以在物质环境也没有退缘。他那个圆正三不退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这个世间退缘太多了，你学佛学得不错了，遇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劝你，你要小心呢，你不要迷在里头啊，你别上当啊，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要被人骗去了，啊，什么供养修福啊，都被人骗去了，一听是有道理啊。好了，本来想发心的马上退转了。你看看，好不容易啊，这百千万劫遇到一个修福的机会，被人家几句话就退转了，打退堂鼓了，就不干了。啊，这个机会就失掉了。诸如这一类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呢，善有少啊，恶有多啊。哎，那些恶有实在讲呢，对你也不是坏心，好心，你都是好心的，好心做了坏事啊。啊，为什么好心做坏事呢？愚痴，说佛经上的根是愚痴啊。啊，他对你真的是爱护啊，对你是照顾啊，啊，这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你想积功累德，想修好事，全都把你拦住了，啊，劝你去干坏事，啊，什么坏事？股票好赚钱呐，啊，你就听他的话嘛，啊，投资好赚钱呐，那听他的话。啊，刚刚做的时候不错啊，哦，利润很大了。过了几年，像现在经济风暴倒闭了，你看看自杀的人有多少？啊，跳楼的人有多少？善有有智慧呀，善有看得远呐，看得深呐。恶有看得很近呐，啊，只晓得尽力，不知道深远的利益，啊，不知道有广大的利益，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懂的。明白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的心才能够坚定，道心坚定，才能够做到不退转。决心求净土，使我们的不退转呢永远保持。所以诸位如果是真正决心取净土，你现前就可以说圆证三不退了，不必等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就等于到了。虽然人还没去，西方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一定要去。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莲池海会的佛菩萨了吧，要有这个坚定决心，坚定意念，
对于净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毫都不怀疑。我们最近这个十年，在全世界极力地弘扬净宗，弘扬无量寿经，下莲居的回向本，我也听说有人写信告诉我，见我的时候也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法师说我是偏见，说我弘扬这个本子有错误，我听到太多了。他们问我怎么办，他修他的，我修我的。他对他那个本子有信心，他有成就，我对我这个本子有信心，我也有成就，这都很好吗？无论他怎么样回报，怎么样批评，我一句话不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十几年来弘扬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本子修学，成就的人很多嘛，我亲眼看见的嘛。往生的时候，稀有的瑞相，那就是给我做证明了吧？我还有什么好怀疑的了？他怀疑，我不怀疑啊！何况我们这个本子有四成的，我不是自己选择的。我是老师交代的。我对老师有信心，不能听人家几句话，我的信心就没有了。那还缺什么？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对老师没有信心，决定不能跟他学。老师再高明，再有德行，再有修持，再有本事，诸佛如来再来人，我对他没有信心，跟他一辈子都不会有成就。所以古人求学，寻师访道，哪一个是他真正善知识，是他的好老师？从内心里面尊敬啊，决定没有怀疑啊，这个就是善知识，就是好老师。为什么呢？老师讲的话，你可以100%的去做到。如果有人在你说你老师的坏话，破坏你的信心，那么试问，你是跟他学呢，你还是跟老师学呢？可是自古至今这一类的学生很多啊，对老师的信心不够不足啊。遇到有人对老师的时候几句批评的话，他对老师信心丧失掉了，就退转了。以后虽然明了，后悔莫及了。这个事情很多，特别是在末法时期。真正善知识好老师无所谓。他对学生说老实话没有需求啊。都是一个缘分。
常言说得好，学生找老师难啊，好的老师可遇不可求啊，好的老师要想找一个传人更难，到哪里去找？多生多劫的缘分，一生当中不会奢求啊，能遇到一个法传下去，就非常满意了。哪里敢忘？很多人呢不敢有这个念头啊！你看看自古以来多少善知识，一生当中一个学生遇不到。所以他的道就失传了，失传的多，能传下来的太少了。所以做学生要懂得做学生的道理，懂得尊师重道。在过去，你从小家庭教育就是教导你，父母教导啊。还没有上学之前，古时候上学，汉朝时候是8岁。那8岁以前，家长在家里天天训教，训导，教他懂得尊师重道，所以尊师重道这个观念从小培养。上学之后，老师在教导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一个人是这样教成的。今天做父母已经疏忽了这一个层次，不知道这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疏忽了。当然现在这个教学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做老师真正是洁身自爱啊，真正他做到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真做到啊！确实有这个模式模样在啊，社会大众见到教书先生，没有不尊敬几分的。宴会里面坐席，首座一定是教书的老师，夫子啊。所以社会推崇道德，重视学问，读书人上座，现在这个社会不重视道德了，不重视人伦了，所以天下大乱了。因此现在的老师，那就是方东梅先生以前给我说的，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50年前的话，我那个时候想到学校去听课，他劝我不要去啊。他说你要去听会大失所望，那么50年之后今天的学校我们也去看过了。我概念当中想的一代不如一代啊。哪里有个老师上课学生规规矩矩在那里听啊。我们偶尔在电视里面播放一些了这个教室的状况，老师站在台上讲解，
学生躺在椅子上，两个腿靠在翘在桌子上，那样听课。这个怎么能教学？所以现在讲实实在在的话，学生上学为什么呢？文凭啊。为了要得到这张文凭，老师去教课为什么？为薪水啊，家里生活不能解决啊。所以老师看到学生这个样子也不认真教了，反正呢你考试的时候出几个容易题目给你及格就行了嘛。大家都客气，大家都欢喜。老师呢，学生觉得这个老师不错，都给我及格。拥护老师，老师常常月月拿薪水就行了。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了，皆大欢喜。怎么能够培育人才？所以我们讲堂里面讲经啊，还有这些礼节，礼节比古时候已经是省略太多了。还有这么小小一点礼节，有很多在学校教书的这些同学啊，做老师的也来听经，看到了很感慨啊。学校不如我们讲堂啊。讲堂的时候大家对法师还尊重了，还有一点礼貌啊。学校现在见不到了，你说多悲哀。怎么不退转？就现在在学校教师的教学的老师先退转了。退转就不肯认真教了。敷衍塞责，刚刚为了薪水学生上学不肯认真好好的学，为每一个学期成绩及格，最后拿到文凭就好了，这通通退心，教的退心，学的也退心。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个社会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展现不退转？如何能教导社会大众求学不退转？在社会上事业不退转，更重要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心态不退转，这是真正的回向啊。第五尊，大海处摄持力，迦南多王那么这个意思，佛经里面有叙述，大海处生死苦海，展现菩萨摄受众生的伟大的能力。菩萨观察到六道里面根熟的众生，这个根熟实在讲就是指对净土法门能信能解
能行，这根属众生啊，他们一定来帮助。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啊，那个一人呢，就是指这个人啊，他真正能信、能接、能行，这一生当中，只要他遇到缘，决定能够往生不退成佛。这样的人的时候，佛菩萨会特别照顾，一个都不会舍弃。所以大海处摄持离迦卢罗王呢，就是专表这个意思。这一类的众生，虽然在我们现在浊恶到极的这个社会里面，还是很多啊！真的，他们有善根，有福德。什么叫善根？能信能解。你把净宗法门介绍给他，他相信了，他不怀疑啊。你给他讲解弥陀经，讲解无量寿经，他懂。他可以接受，他没有疑惑。劝他念佛，他肯念，他也肯真干。往往是不能成就，因为语言不足。所以语言不足，他在修行的时候干扰很多。就是刚才所说的，恶有多，善有少，恶尽多，善尽少。人总是凡夫，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干扰。那么佛菩萨看到这一类的众生，所谓根熟众生啊，成熟了，应当怎样帮助他呢？语言上帮助他，因为他已经有善根有福德了，语言缺乏。念佛为什么要听经？古大德念佛堂是不讲经的，只讲开示，一天总有两三次的开示，提醒大家，劝勉大家，鼓励大家，增上信心，防止退转了。用意在此地，信解之后，重要的是修行，重要的是念佛。那我们要学习，一定要知道众生苦，全心全力认真学习，到将来因缘成熟，一定要见道场，帮助一切根熟的众生，希望他们有因缘，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下面第六尊，坚固净光迦卢罗王，这个名号里面，用现在的话来说，
软体的设施、硬体的设施都包括在其中。硬体的设施是道场，道场要坚固，要实用，要清净，要光明。特别是光明。我们先说这一层。道场建设啊，这个建筑一定要现代化。我们都现代人，所以不必建中国古时候宫殿式的建筑，那个费的财力很多，不实用，没有现代这个西方建筑实用，不必花那么多冤枉钱。要建立现代化的建筑，建筑要结实，因为道场是永久性的。这个西方人的观念跟东方人不一样，东方人一直到今天呢，还有一个形式上的观念呢，老家了。你老家在哪里啊？外国人没老家，外国人常常搬家。啊，你看这个房子住不了两年，就插个牌子，他要卖了。中国现在有卖房子，在从前很少听说有卖房子的。所以古时候中国人建房子，都建得很坚固。这一栋房子建筑至少可以使用300年，老家了，传宗接代呀，哪有常常搬家的道理啊？中国人用的家具，诸位也许听说过，红漆家具啊，桌椅板凳也都是最好的木材，至少可以使用100年。当然现在商人听到很不愿意，你家具使用100年他还做什么生意啊？现代东西好看，很脆弱，很容易坏，他就是希望最好是年年换新家具，他才有钱赚嘛。现在东西一般建筑啊，外面是好看，确实不坚固。我们建道场要重视。外面形式可以跟现代建筑啊同样的形式。材料要选坚固。这个道场不可以说是用个几年就变卖了。再去找地方不好。一定要建得坚固，要能够长久。弘法利生这一层，我们可以不必顾虑太多。现在我们一定要利用高科技，利用大众传播的技术，所以道场小也能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道场坚固很重要。静呢，清静。道场的同修人事是一定的，从前人做到，
庐山圆公的时代，庐山莲花堂里面的亲众123个人，没有闲杂人进去啊，这是清净啊。净光要真正做到，还非得软体不可，那就是说整个道场不但是注重在这个里面修行，临重的这个道场的主持人，一直到所有工作人员，乃至于在道场担任义工的，心地都是清净。发真诚清净慈悲心来工作，来服务，确确实实观念当中我们是来发心供养诸佛。哪些人是诸佛呢？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我们要努力在这个科目上教学，把每一个人都看作诸佛如来看待，是佛在经上教我们的。我们真正能这样做，才是佛的好学生啊！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道场才名副其实的坚固净光。工作的人员，服务的人员，执敬义务啊，不享受权利啊，全心全力照顾大众，为一切大众做念佛往生成佛的真善缘。我们做这工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坚固净光。第七尊乔严观寂迦那多王，乔善巧，严庄严，观寂都是表高贤的意思，观是帽子，在一个人呢头顶的部分，这是比喻善巧庄严到极处啊。巧言两个字在我们今天这个解释，就是我们常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这个就是巧言。虽然现代化本土化又不设佛教导的精神，那就善了。此地是个严的意思啊，庄严啊。所以巧言呢有善巧的意思。虽巧不离言，虽言又显得非常巧妙。巧是活活泼泼，让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修学，感觉得非常轻松自在快乐，没有丝毫拘束啊，
这是巧啊。虽然没有丝毫拘束，样样都合乎规矩，这是庄严。展现出在生活当中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艺术境界，这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两个字都要做到，而且要做到圆满。观即就是圆满的意思。做得有非常鲜明的成效，成绩表现。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境界？无非是实践经中教诲而已啊！不必多，只要大家遵守观经三福啊，六合、三学、六度啊，普贤十愿足够了。起心动念都不违背这五个科目，你就真正做到巧言观戒。所以这五个科目一定要做专题来研究讨论。这五个科目如何完全落实到生活，落实到修持，在家同修怎样落实到你家庭，落实到你的行业，落实到你平常的应酬，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安安稳稳生活在佛法之中啊！这是真正的皈依处啊！你受的三皈就圆满落实了，不至于变成了名字的皈依。第八尊普皆示现迦罗罗王，这个意思很明显，我相信诸位同修都能够体会。示现，示现就是做出一个好榜样、好模范来给人看，现身说法了。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一桩事情要快一点做，迟了就来不及了。普遍的做，不偏于一方，不偏于一桩事，我们要顾全全面普遍的来推行，快速的来推行，做出最佳的榜样。人是学佛人中的好榜样，家是一切学佛家庭的好榜样，道场是所有一切佛教道场的好榜样，这叫示现。示现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的。
啊，总而言之，一个大原则，决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绝不违背这个原则。那么这种种实现，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大众，就是真舍之力啊。无量寿经讲的会于真舍之力，所以这个事情要快做啊，要普遍去做啊，做得圆满，做得究竟，才能帮助这个社会消灾免难。好，今天时间到了。